原来是你啊，陪顾万啊。你无请我一声万当的，上无嘛叫我一声大的吧。廖伟，喂喂，老板，开好。别紧张，没有代志。林爸啊，袂惊这个白骨斑啊，你嘛敢那剩一支嘴尔，佚佗嘛无比房间哦。手脚洗手了，想要漂白，嘛避无能。这么多年啊，嘛敢那只有一间小小的宏图建设。看好清楚，我即马是万海金融的董事长。前一阵啊，按永兴集团的罗在兴，董事长来找我当说。康磊，我的卡，你嘛用得着。恁爸无遐衰啦，咱田无高，水无落，遮侪年。你即马甲我掠来遮，我讲落罗当的，莫甲我讲你即马甲陈忠信同款的。袂歹，阿袂老人痴呆嘛。我确实是陈忠信背后的八股，是我提钱给伊，伊才有办法变心甲咱继续拼。我上主要目的当然是。要把永兴集团好起来治水，顺顺把你七千都赔。你这卑鄙的少年，同款这么阴沉，跟当年同款，干那比别人后边开枪，你连害别人，干那安尼去天霸都要冲掉，恁爸要找你的，你赶紧上上门来。等下，话唔该讲好清楚。不是你无找我，是你无在地找我算数。因为你根本就找无证据会当证明天霸大爷是我杀的。明明就是你，当年你硬要回答，天霸大爷讲侥幸之失得了，不准你回。结果你是毛掠摊来，私底下串通泰国帮甲创掉，然后开始贪污心钱，你这么敢我同样无？在我小孩面头前，你唔通误会讲话哦。当初天霸大爷甲泰国帮有冤仇嘛，唔是一天两天的代志。在社会走跳，加减有风险。你无甲大爷顾好势，煞怪到我这来。哈！你真正是一支嘴挂双子，真敖辩解呢。我这个客户，你反背我。等到去帮助你的丧父修人，像你这个囡仔，哇！你的世间嘛是白了米尔啊！干妹，唔来啦，我真正后悔啊！你是你后悔啥？白目啊！你想讲我讲的丧父修人是你指我？唔是，你回头看好清楚。你身躯边的万条案，就是台死你亲生老爸丧父修人。都不能用气笑啊！因为着要杀他们两个，才会偷工编假故事啊！哈哈哈！恁两个都要死啊！我杀人恁是要创啥？徐四伟，看在咱客伯仔囝一场，今仔日我来予你死甲明明白白。当年廖乾坤、万条万，还佫有恁老爸柯武雄，拢是天霸大的手下。后来万条万反背天霸大的，出卖伊，该害死。你的亲生老爸柯武雄，
为着要替伊报仇，结果马以后万条阮设计，失去一条命。安怎想嘞？想袂到，柯武雄这么重义气，这么重兄弟，到最后竟然会生出你这个白骨囡仔，甲万条阮这个杀父仇人串通。恁老爸若是蒙阿婆内底知影，一定会气甲跳起来，甲你拆掉老板。